这一天天的，这一天天的。都在这个地方看运气啊。运气并不是很美丽，我觉得。还提前帮他拍了个板，谢谢你，简直可太高兴。哇，这电机开的，我有点难受了。不好打喽！指望下一波拦住吧，下一波拦不住，白给，没用了，废了。不好打喽！哎呀，我操！白给。这个小强就把我刀给吸掉了。乔治竟然没带圈，惊了。这幽冥还敢倒遗产机旁边，果断回去挂他。贼得很，还想继续修起来，继续修。椅子没有刷，机子旁边没椅子。找不到那个调香师，好像是搁哪？
那不好意思了呀，游戏结束了呀，小王子也不会去救用救姑娘了，小王子直接搁走地窖了。地窖嘛，四号机没去过，好像也不是中间，那应该就是这个了，他应该走掉了地窖，不该挂佣兵的。敢直接开枪啊！啊，现在被我躲了两把枪，没记性。前锋在哪？
哎呦，真的是，这个厨师是真他妈的恶心。表面能放上，实则不让你放。